听外面啥声音啊？哎，咋回事？我跟你说，这地方那啥，咱走吧，我。哎呀，这一块看着真的是非常的荒芜呀！从茶卡出来，往那边走，荒无人烟。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无人区吗？豆豆女士。哇，我觉得这已经非常的荒凉了，这还不算呢。Hello， 各位，刚刚就在刚刚，豆豆女士做出了一个很让我摸不着头脑的一个决定啊。她打算让我们今天晚上就驻车在这个地方。我给大家先看一下环境，这是一条省道，过来的车辆都非常非常的少。她美其名曰要让我融入到大自然的环境当中，要住到这个地方。你说这地方，我天哪，荒的连个人家都没有，连个动物都看不见，除了我们家这个小橘子。不是，豆豆女士，你讲真，你确定今天晚上要待到这个地方？这地方多好呀，多安静的呀。不是。我虽然没有太多户外经验，我觉得这个地方啥都没有，有啥好的？就全都是荒草戈壁，这有啥好的呀？你想要啥？啊？难道你想去洗脚吗？那如果你同意的话，那我还想去，我还想去。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不是，我觉着啊，这个地方一，它是一个省道，它比较咋说嘞，车辆太少了。第二个，我觉得这地方它晚上肯定会有狼的，我跟你说。这地方怎么可能会有狼？你看一下，我刚才选这地方，你看这周边这块全部都密林，这应该是晚上会有车在这块休息的，应该会有大车在这休息的。至少晚上应该不会特别那啥。不是，咱现在都已经待在这都一个多小时了，你看，总共过的车就三辆，我跟你说屈指可数，而且小车，不是大车咋可能走这么小的路的嘛？不是说是我害怕待在这儿咋的啊？我这两天不是也住这车里，我觉得还行，但是我就觉得这地方晚上真的是没啥，而且晚上肯定奇冷，取冷。再一个，我觉得我觉得不太安全。如果在，我就想让你再试一下。你如果这地方再待不了的话，那你之前网友跟我说去新疆那边大片大片的戈壁滩，你到时候想住宾馆门都没有，告诉你，都全部是这地方。现在带你体验一下生活，知道吧？我勒个去，这有个毛体验！你说这要是跟前有个湖泊啥的也行，荒凉的荒的一批。湖泊有湖泊的地方才冷呢，你知道吗？有点常识哥。行，我说不过你，说不过你，你就坐。别叫！会有野生动物吧？我跟你说，这地方那啥，咱走吧！我操！哎呀，有啥害怕的吗？操心的很，我跟你说，这地方他妈又没啥人。你先睡，我等会儿要剪片子呢。橘子，好了，过来。你看这碎的都不叫。碎的刚给它喂吃的呢。橘子。橘子咋了？哦，他又放屁了，臭死我了。看我说豆豆女士。豆豆。豆豆。咋了？干啥呢？这现在风有点大呀。哎呀，习惯就好了呀，你又不是没在那啥经历过。不是，我觉得咱们这真的就有点作死，你看这灯晃的，我靠。哎，这。我说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跟大自然的这个亲密接触有啥好的？不算是大自然吗？不是，我觉得我这样睡觉会把我摇的想吐。这还能吐吗？就那么点风。它散一会儿，我这个脸都红了。听外面啥声音啊？啥吗？听吗？这风声吗？不是，你听。我跟你说，这地方就是那啥那个，晚上有动物的。我跟你说，我睡不踏实。你想
现在就走，现在就走。你有病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龙虾多多，我现在在青海境内，现在去往德令哈的路上。刚才路过这里，我发现那块有大片的那个光伏板，我们现在带大家进去，近距离的看一下。刚才出了那个乌兰，就是那个乌兰县，然后走了大概有10公里的样子，然后就看到了这么震撼的一幕。看到没有，这边有很多的那个光伏板，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一路过来，然后我感觉有好几公里都是这种光伏板，这是发电用的。这一个大板子上面，一个大板子上总共有20个板块，我感觉这一块大概有个300瓦到400瓦吧。这儿的海拔呢，我现在就是稍微有些喘，这儿海拔大概是在3100。看这么一大块板子上，上头有10小板块，这么一大块板子的话，它能一天能是接收多少电，多少光？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。从这块啊，我们现在只数了这一个大板块，上面是20个小板块组成的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一行子，它大概有多少个这种大板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。哎呀，好远呀！我感觉那边看不到头呀，看到没有，那边压根看不到头，我感觉那边是不是到那边那个山脚底下了。我刚才给大家也用飞机飞了一下，看大家看壮不壮观呢。那么在这里呢，因为我现在无法就是预估这大概能有多少个，如果知道的朋友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，咱们可以探讨一下。我就特别想问一下，就这么一大片这个光伏站，它每天所生产出来的这个电量呢，能供就是说咱们那个县城能用几天呢？那现在就到这里了，记得关注点赞，走起来，我们下个视频继续接着看。我们现在要去德令哈。是的。你喘得太厉害了，有点激动，这块海拔太高了，3100呢。那你涨？哎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走走走。